是什么时候？难道是？你干嘛？好痒！你别乱摸呀！大人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猫，这是来自西域珍贵的香猫。什么来自西域？这些人到底说什么呀？它身上的香味，就是可以克制您体内毒瘾发作的一个药引。只要把这猫身上的香味制成香囊，带在身上，虽然不可以解毒，但是却可以抑制毒瘾的发作。这些人在说什么？毒瘾、香囊，什么？大人，我刚刚检查过了，这只猫目前还只是只未成熟的幼猫，身上的香腺还未发育完成，体香不足以做成香囊。难道还得等着它长大？是的，并且必须随时将它带在身边。什么？我才不要！下官知道，大人向来不喜欢这些动物，但它的香味能克制您的蛊毒，也只能先忍耐一下。待这只猫成熟之后，下官立刻将它制成香囊。能不能尊重一下身体主人的意愿？是谁允许你们把我做成香囊了？哎，别走啊！别留我跟这个可怕的人在一起。干嘛靠这么近？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公子啊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但是我真的必须赶快回去。我爷爷还在等我回家，要是他找不到我，肯定会非常担心的。如果你理解我的话，就赶快放我走吧。蛊毒又有发作的迹象了，带香猫去泡药浴试试看吧。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喂，喂！清纯少女面前做什么？算了，反正一时半刻也逃不出去。平心而论，这颜值还是挺高的。还有这腹肌、胸肌、二头肌、背肌线条，古代小鲜肉啊。看什么看？